少啲講嘢，多啲喐，用我身體，睇下點樣喺呢個一人一故事嘅一個理念下底，有冇一啲我哋自己試到滿意同好玩嘅方式，希望觀眾都會中意。呢個組合係每一個人去做一個 show 完全冇問題嘅，咁走埋一齊之後，我哋大家撞出嚟嘅火花咧，一定會好特別。然後咧，阿袁秀卓咧又會喺度即興畫個大畫嘅。用繪畫用呢個啦，嚟到表達個故事，呢樣嘢喺香港應該係未試過嘅。6月10號，哪吒面咧樂隊會嚟同我哋玩 rock band， 到時大家一齊 rock 下，講一路講故仔，一路聽 rock 歌。11號晏晝嗰場咧，同我哋講下關於土瓜灣區或者大家住緊個社區嘅一啲嘅故事。土瓜灣區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啦，有舊嘅建築，亦都有啲好生命嘅、好高嘅地方。第三場我哋叫做咩都 up， 即係咩都可以講。第三場啦，咩都 up， 有理冇理，唔理3721，咩都 up 下。一人一故事劇場，迎星影體，6月10號、11號，牛棚劇場，到時見。